是88级13%，然后它是分身流，它的分身蛮多80级的，分身一只80只、3只、4只、50、6只。你是玩分身流，它的账号是有卖点的，那基本上都是圣剑，它的分身都圣剑。刚刚看了一下，大概5、6只80级以上的，是加9祝福抗亏，加4猎人徽章，7海陆败敌手，加5古金甲半套，脚跟手。9铁库，5尺盾，7西斗，7肩甲，6皮夹克，防御手环，4祝福的防御手环，2颗征战之戒，2颗加5祝福的防戒，巴兰卡变形怪，7祝福的黑耳，7蓝耳，5祝福纸张，7绿章，3祝福力量补食，万能药3罐，36命中172，减免38，抗晕29，晕命12，232，伤害防御命中减免吃满，魔防15罐，血量17罐，总共232。他没有纸变啊，但是他已经帮你准备了这样子，这蛮多的吼，七张，红变是有29张，蓝变有8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17张没有，紫变6次，红变8次，恶魔紫娃1只，红娃12只，蓝娃22，合成次数紫娃2次，红娃4次，产品是31、29，血量是2015，防御12，命中11，伤害13，减免5，力量5，敏捷3，其他应该得控制。水无酿11，火无酿半圈，地无酿半圈，风无酿9，格兰肯12，银海煞10，宙斯终极炸弹，阿顿前面三格，斯伊安伯勇，格利特马伯勇，1/5是勇士二，6红记，它有恩典哦，然后3紫记。375万的名誉币，然后娃娃币有87万，变身币有39万，有狂风之斧，加6祝福红耳，加5防御手环，这些5只，不蛮多的，祝福卷5张，同时有3个，11.5万可以，好，对这个账号有兴趣的可以扫这个 QR code， OK， 谢谢。扫进来，再帮你跟小胖老师拉群组，谢谢。